台中市政府爆出了公务员疑似集体假签到、翘班赚外快的离谱情况，而台中市长胡志强知道了之后表示，如果公务员违法贪渎，一定会追究到底。所以这个事一定会追究到底，我们绝对不能容许团队的任何一个分子、一个公务员做出违法贪渎的事情。贪渎如果是事实，自有法律追究。对于上下班如果没有认真到班，也有适当的行政处理。